各位，我发现一件超严重的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特别奖两个哎，奖高不假，叫大声一点，好，好像没有人想要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那就让我来揭晓第二个特别奖得奖者是欲求无马。那我想要特别感谢嘉惠老师，在我们这三年中，就在三年级这繁忙的课业当中，还可以帮我们指导我们拍片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支付宝到账500万元。